回到台湾，你是一个人吗？对。你一个人啊 ？Yes。你才十七岁耶 ？Yes。Sure。是。哦。没关系，因为我这边很多人都照顾我啊，比如说都有很多人给我很多的机会啊，然后帮我很多忙啊，教我很多东西，所以很幸运 ，Lucky 17。凤哥，赶快恭喜我！哎呦，美少女一名。不是，我戴了新的墨镜、新的假发，穿新的鞋子。这有什么好恭喜的？我找到新东家了。哦，要出唱片了？对啊。哎呀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最近听到出唱片，这是个好消息。因为这唱片公司好像不太景气，蛮久了。很多中盘商呢，因为唱片公司，大概是因为最近大家比较注意到选情，忽略了唱片，所以让这很多中盘商啊、唱片公司一家一家的倒啊，从南部延烧到北部来，甚至让我们的歌手遭受到了池鱼之殃。没有关系，自从我签约那天那个即日开始，唱片行业就开始好转了。恭喜您，谢谢。但是我们今天见到这位新人呢，可能会刺激一下这个市场啊。我好刺激，他又年轻，然后他样子看着男生会。怦然心动，女生呢？女生又不会嫉妒，又很欣赏。她就是林嘉欣。17岁的漂亮宝贝林嘉欣，以平面杂志模特儿为前身，进军歌坛。靓丽的外形，甜美的笑容，将令你无法抗拒。来，欢迎林嘉欣。谢谢凤哥，还有甄姐你好，你好，所有观众朋友你们好，我是林嘉欣 Tina。说她是我们的女儿，大概会相信啊？我不承认。哇，17岁，17岁，可是已经很大方了啊，不害怕。感觉很面熟哦。是啊，好像是哪里看过？可能因为我有拍过黎明的 MTV 的女主角，还有我有拍一个歌唱比赛的模特儿里面的海报，是我广告的一个歌唱比赛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难怪。然后她的脸好像是很多那种好很有知名度的美少女那种混合的。很多组合起来这样子，对对，所有美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很会游泳，是吗？因为我可以当一个救生员。哇！你是3岁开始游泳？大概5岁时候，5岁就开始游泳了。游到现在。你5岁就开始游泳 ？Yes。而且，怎么说？我会人工呼吸。要不要表演一下？对，多聪明啊！他有那个救生员的资格。您是从加拿大的温哥华，那就 CBC 咯，因为我们很多什么 LA Boys 他们是 ABC 嘛，那我是 HBC 嘛，他是 CBC。啊 ，HBC。对啊，香港做的。TBC 啊。你是 TBC， 他是 CBC。哦，其实我们最近很多这个演艺人员啊，很多都移民到加拿大去。对，因为像我们那边温哥华很多华人了。对。这是哪一个？这个是我小学的时候，这个是我大概6岁。这是你吗？6岁的时候比现在老哎。这是什么时候？这是你看那个大洞的，那个是我家。什么洞啊？不是 S7 啊，这个是我家里面的 basketball，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游艇。你们家有游艇啊？一个小游艇。你到后脚了？什么？跳不？跳不？哦，恁厝安尼真火上哦。有些话在心上，习惯对自己讲。加拿大好玩吗？加拿大好玩啊，而且我们很好玩，因为那边会下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次下雪都会下到腰那边，就会停雪一整个礼拜。停雪，下雪停雪，停课一个礼拜。所以我们大家就很兴奋每次下雪，可是呢，一个礼拜就要待在家，因为哪里都不能去，所以就很可惜。下雪，不是下水哦。下雪。很奇怪，那边酷狗不是都可以讲广东话或者国语的吗？我的母语是广东话。就是广东话讲的比较好是吧？对，我是回来台湾1年时间学国语。一年学国语学这么好，不错啊。就好像你不在身旁，我就自己闯。回到台湾你是一个人吗？对。你一个人啊 ？Yes。
你才十七岁耶。Yes. Sur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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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因为我这边很多人都照顾我啊，比如说都有很多人给我很多的机会啊，然后帮我很多忙啊，教我很多东西，所以很幸运。Lucky 17. Lucky 17. Lucky 17. 一个人好不好？那每天要不要吃泡面？没有，我自己会烧菜啊。你会烧菜 ？Hamburger 吧？你又骗我！不是，他不相信哦。我会弄很多，比如说拿手菜是什么？拿手菜蛋炒饭。没有太简单的饭炒蛋，没有，我会弄通心粉，就是意大利面，会弄烤饼干，烤饼干啊，我还会弄donuts，那个甜甜圈，甜甜圈，然后会弄沙爹，然后沙爹，like 串那种，哦，我是我冇食过蚵嗲啦，还有什么中国一点的有没有？中国一点，中，我会弄那个。客家那个菜，那个玫瑰烤什么？玫瑰烤肉？搞什么？叫什么？梅干扣肉，对，梅干扣，我最近学的。我听说有一天林嘉欣到天母某大餐厅哦，真的去一显身手，然后这个餐厅的主厨还下来指导他是吧？还是来？鉴赏一下，是我鉴定一下 ，judge， 吃我的鉴定一下，鉴定一下。你去天母餐厅做菜有证明吗？有啊，我们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呀、啊，在这里，在影片里，我来看看。好吃哦，那道甜蜜嘉欣好像不错的样子。可是嘉欣刚说他说真的是很好吃，不过吃了拉肚子，我不负责。他一直说吃太多了，因为太好吃了。冲着这一点，我们就准许你加入我们这个演艺圈。希望你的唱片跟你的甜蜜的嘉欣一样，那么吸引人。啊，谢谢。OK now， 欢迎林嘉欣 ，New Face。